你是我的，快快快，快拖我上来！哎呦，飘英哦，你怎么跌到我们家山崖了？我救你起来哈、哦！哎，对哦，我们家最近菜少很多。 是不是你来偷的？你来偷菜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谁偷你的菜啊？快拖我上去！我操死了！哎，先冲，我们闻得很习惯臭棚啊臭棚了。我告诉你了，这个就是你偷菜的惩罚啊！让你多泡一会儿。哎，张大伯，你见死不救啊！你哎哎哎呀哎呀哎呀！救命啊！ 我拉你上来，小姐，我来搓衣服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大娘，你不要紧吧？怎么掉到里面去了？没事的，谢谢你啊。没事的。小张啊，小张啊，请问你们看到我娘一大早就不见了？ 你娘那个大嗓门啊，她来过的话，全部的人都知道，所以呢，我没看到。那她会跑哪去呢？天还没亮就不见人影了。再去找啊，老娘不见那还得了啊！走，去找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坐坐坐。 你带的丫鬟啊，就知道你是个富家千金。哪里？我们两个还真有缘呢、啊。一大清早就让我碰到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出城外吗？该不是到份子里洗扇子吧？多嘴啊！那是啊，有高人指点，说我今天到那儿啊，就会碰到一个好心的仙女。 大娘，您真会说笑，其实也不是说笑。你看你人长得标致，心地又好，跟仙女啊也差不多了。小姐，我们该走了。走，哎，别急着走啊，总要吃顿饭嘛。我还没好好的谢你呢。大娘，我们是有缘人，相信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再碰面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点事。 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投靠一个亲戚。小姐，你就告诉他我们是小姑爷嘛。找你相公？那你是陈过亲的喽？哎呀，怎么会？是啊，我们姑爷还是此地栖霞镇的人呢。栖霞镇是本地人呢，你们可以跟我打听打听呢。 这里很少有我不认识的人呢。他姓孙啊，这里一大半的人呐、啊、都姓孙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孙山。娘，你回来了没啊？相公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这不是在做梦吗？娘子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 我以为找不到你，看到你活着好好的，我真高兴啊！哎，我干爹真行，真把他们两个凑在一块了。啊，这真是啊，大水冲到龙王庙，一家人装上一家人了。娘子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，相公。 我是来对了吗？ 儿啊，她就是你说的，娘，她就是玉莲，就是我的娘子，您的媳妇儿，您都见过了吧？是大娘带我来这儿的，不是娘带我来这儿的。 听说儿媳妇不孝，如果有不敬的地方，请娘原谅。
起来。娘，这就是玉莲，很讨人喜欢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，刚刚大娘啊，还说我们小姐像天仙呢。刚刚我没留意，你的手一直用布包着的。糟了，被孙大娘发现了。为什么？娘，我跟你说过，她有病。这样是不公平的，那么标致的姑娘，心地又好，为什么会得那样的病呢？娘，她并没有怎么样啊，即使她有病，我跟她成亲两个多月了，也没有传染给我啊。那她的手干嘛包起来啊？也许是来的路上怕晒吧。说真的，娘第一次见到他，倒是挺喜欢他的。你也跟娘说真的，他是不是得了麻风病？小姐啊，我们是不是不该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不能够让相公为难。娘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我一回来就告诉你他有那种病，可是我不怕，我喜欢他，我要他，就算他把病传给我，我也认了。可是我不能认，你是孙家的独子，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，有麻风病的人是不能生孩子的，难道你要孙家断了相应后代？孙婶，我不希望你为我为难。如果娘她真的有所坚持的话，我愿意走。只要能够看着你活得好好的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真没良心啊！老朱，小姐，我们受了那么多罪，吃了这么多苦，还走了这么多冤枉路，这是何苦呢？你做什么？再赶我走吗？我自己走。娘子，你要往哪走呢？这是我家，我家就是你家，你来了就不要走。这就是我住的地方，虽然是破烂了一点，但是还可以住人。娘子，你就睡这里吧。姑爷啊，那我睡哪里啊？你当然跟我睡了。我们还分开睡，那怎么做夫妻啊？可是，不要可是了，我要让我娘知道，虽然你有病在身，我们一样可以生儿育女的。相公，你知道我曾经发过病，你不知道，其实这一趟我来找你的真正目的，是想让你看我发病的样子。发病是什么样子啊？小姐，你千万不要给他看啊！一定要，我们必须一起面对这个问题。相公，你看我的手，这已经是好很多了。前不久，我的手几乎烂掉，还流了好多血，跟好多脓，连我自己看的都害怕。你不要碰它。我不怕，这吓不倒我的。你的手变成这样子，一定很疼啊。让你受这样的罪，我心里面真的好难过啊。
住这里要住哪里啊？干嘛要去大客栈了？干爹，你看这间土地庙好破烂了，一定是这里的土地神懒惰不做事，还没有香火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囡仔，人家跟你爸喙齿都好胖。你没看这间土地庙只有土地公没有土地婆吗？没土地婆没那种香火。对嘛对嘛对嘛，我们的庙香火那么旺，还不都是靠干娘的，对不对啊？别跟爹妈跑啊。那他们那一家人现在怎么样啊？干爹，不是我捧你哦，你真的很了不起。总算把他们夫妻凑在一块儿，我老哥他好高兴哦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玉莲来对了，他找的终于找到了。老杨，你等等来等啊。不行，干娘，孙家他的娘还没有答应。他说麻风病不能生孩子，不能替孙家传宗接代，搞不好会把那个媳妇赶回去呢。嘿，这个老太婆哈，实在太溜达了，别再我都会带去苦修静静。多几句啊？三句啦。哎呀，今仔人底下讲啊大声。啊，过来哈哈哈，迄问题还未解决呢，你咪少想些办法嘞。哦，啊，这个想。干爹干娘，有人来了。啊，小鬼。小鬼不用躲了。我们不是来抓你的。三小姐。三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坦白说啊，我实在很不希望看到你们，因为你们一来准没好事。三小姐别误会，我们那是奉命抓人，无所谓的好事坏事嘛。抓人啊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透露一点，抓谁？是不是孙山啊？三小姐，请恕我们卖个关子。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的土地去哪了？哦，这我们来的时候就不见了，他被撤职了，因为他糊里糊涂，公私不明，是非不分，喝酒误事，所以成王老爷禀报玉帝，将他撤职查办。老土啊，我说你爱喝酒，可得小心点啊。文判，你干嘛冲着我相公来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敢，三小姐。我和老土相交已久，只是好心提醒他罢了。相交？你在拔蜡了？两个拔蜡。我是仙，啊，古莫马仙。我说的是你，你不能含含糊糊打不定主意呀、啊。玉莲并不坏，坏在她不该有那种病。可是有那种病又不是她的错啊。那是谁的错？是娘我的错。好，就算我容得了她，街坊邻居容得下她吗？家里有个麻风病人，连买酒的人都不敢来了。你这笨脑子，你有没有想想啊？娘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我打定主意，玉莲她是非走不可。这才是娘的乖儿子。我话还没有说完呢，玉莲她走，我要跟她一起走啊。娘，你使劲打，你用力打好了。我打死你们混账东西！娘，你打够了把我们赶出去，我们不会怪你的。可是我跟玉莲是绝对不会再分开的。气死我！你气死我！娘，娘。气死我了你！娘，他不该这么说的。天底下没有人要妻子而不要娘的，都怪我，才会害得你们母子分开。我承担不起这个罪，你要可以走，我就会走。玉莲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看你。现在知道你活得好好的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不是来拆散你们母子的。玉莲，
先不要走，让我多想一想，你就先住下吧。玉莲，娘的意思是让你留下来，你就听娘的话吧。手了，娘，厨房的活啊就让宝珠去做，你不要做了。是啊，小姐，您放着，带我来就行了。坐坐。你没出嫁之前呢是个大小姐，大概家务事啊都不用做，到这儿之后呢也不必你动手啊。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要多心啊，我没恶意的。娘是好意，您的顾虑是对的，不会小心，不会把病传染给别人。老实说啊，你是个好媳妇儿，如果不是你得到这种病呢，不说了不说了，以后啊我们会好好的相处的啊。外头吵吵闹闹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娘我去看看去啊。哦，你找谁？孙家酒坊。孙家酒坊！麻风病你赶到镇上了，你不怕被烧死？出去，我要找孙三的婆娘。我被他咬了一口，就变成麻风病。不要找他算账！孙三的婆娘，孙三的婆娘！天啊，怎么会是他？他怎么找来了？什么事闹哄哄的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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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！怎么回事啊？我看都没看清呢。不用看了，是个土匪呀、啊。奇怪，他怎么找上门来了？上公，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就是土龙刚抢我那个土匪啊！他一说你咬了他，你是不是真的咬了他？有啊有啊，我们小姐啊，听他说把你给杀了，谁想帮你报仇，就狠狠咬了他一口。我想，他可能是来找我的。哎呀，千万不能！你一出去就回不来了。带小姐进屋里去，进屋里去，不要出来。把你射死，你的婆娘呢？她咬了我一口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她把麻风病传给我了，才咬一口就这样，真够厉害的。孙三，你娶了媳妇儿啊？她是个麻风病了。哎，她人呢？她人呢？她说她要来找你的。怕什么？告诉他们。他来了，你们都听到了，他家藏了一个麻风病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罪魁祸首，我是被他害的，他会带给你们钱挣的人的，是倒大霉啊！
把他给我捆起来，捆起来！给我走开！要烧死的不是我，是那个婆娘啊！都不能避免，镇上不能留有马蜂病的人，通通都要烧死！烧死！烧死他！他们要来抓人了，你干娘怎么还没来了？我是仙，君我嘛仙。地保，你要烧死我媳妇儿！孙大娘，不管他是谁，为了全镇人着想，留着也是祸害，您就把他交出来吧。休想！他到我家来，我不能保护他，我把他赶走也不能烧死他。赶走他会害别人，烧死他以绝后患。孙大娘，你可要明理哦。烧了他，除非啊，先烧我孙家酒坊。你们都走开。人叫秦桧，古人名，有一手是八卦，三清五等兵和将，洪武雷行天下里，急急如雷令。啊、你出来要撞啥啦？是啦，我就是愈想愈无妥当呢。我是想我托你讲呢，敢有人想咧求好哟？哎呦，你要见人啊，较紧。是啦，我发力无够啦，我惊哦，那风雨雷神无要听我的呢。什么你无够？你拄啊不是踢一个，拄啊放一个？哎呦，迄不是啦，迄上加分啦，迄先咧前段尔啦。哎呦，你唔对家己较有信心的去啦。无啦，唔是啦。干爹，哎，干爹在做活，不要吵他啊！啊，他不要烧死那个娘子，干爹不管还在做什么法吗？哎、来不及，我跟你说，干爹就是在帮他，不要讲话。之前我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的病是治不好的，我们根本不会有结果，我的死是必然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会被烧死。我怎么可能让你被他们烧死呢？我们不是已经发过誓要死也要死在一起呢？真是对不起你。哎呀，你别左一句对不起右一句对不起，赶快先想办法逃出去吧。怎么可能呢、啊、外面都是人呢、啊、我们一出去就被他们逮到了。姑爷，我们可以从后院爬出去啊。我想这就不必了，如果注定要死一定是逃不了。对了，娘呢？娘在外面先挡着呢。我真的太感激娘，居然在这个时候居然还肯保护我。相公，我不后悔。后悔？我不后悔跟你认识、相爱、成亲，还有我来找你，你还是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感到很满足。虽然这一辈子我们不能长相厮守，但是今生又何求？让我出去。不可以啊，娘子，你不可以出去啊！你们不能随便杀死人了，我已经够可怜了。是那个婆娘害我的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杀就杀死那个婆娘吧！哎呀，再鬼吼鬼叫，把你嘴堵起来！孙大娘，你看，外地来的人都要烧，自己本镇的人更应该要烧。你要是再不把人放出来，我就要冲进去抓人。可以啊，
你要冲进去，你就先踏着我的尸首过去。娘，你先让开。你们要烧就先烧我好了，她是我娘子，我们死活都不会分开的。把他给我拖走！圣上，圣上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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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，放！娘子，娘子，你不可以出，你不可以出来，也不可以把他带走，不可以把他带走。你就是那个麻风女吗？娘，我终于知道你是一位好婆婆。我没有机会孝顺好媳妇儿，我竟然没有能力保护你。你是有麻风病的，看不出来呀。捆起来！谁敢？谁敢碰到我？不怕被感染吗？要去哪里？我跟你们去就是。押去火场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小姐，娘子，小姐，你不要跟他们去啊，小姐，你个笨蛋，我也，小死蛋。这一次，该不会空跑一趟了吧？哎，怎么没看到老土，还有三小姐呢？怎么都躲起来了？就算他来，也帮不上忙。免得丢人现眼。三娘，跟他到底行不行呀？行了行了，小声点。三八八，退。龙英啊，那是你干爹汗水、啊啊，那就是不赢啦。那唔紧到吼吼，现在休息啦。干娘，我去看看啦。啊，娘子啊，这做法这算世间法啦，啊，咱这神哦，盖乌这哦，不无法理啦。可是安尼，人讲心诚则灵，用机会啊。玉帝在上。在下张福德，陈皇寇。您要在下到凡尘来，就是为了要在下帮助百姓过好日子。如今，在下求玉帝能够大发慈悲，下一场雨，保佑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什么叫风调雨顺？下场雨没来风调雨顺呐、啊，这摆落大雨啦，就这样。讲人咧做天咧看，你敢忍心讲目睭金金看一个查某囡仔去用小事？拜托，你着大发慈悲，恕乎。我是仙，啊，君我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鲜。
会寻到我。这人跑什么就没来啊？有点菜，看不出来。老哥，别急啊，你看上面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行了！谢老天爷！这场雨下得好奇怪。奇怪，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不就老普跟三小姐求来的吗？哼，他有这个本事，能够呼风唤雨。你说怎么来的？老天爷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一个烧死了，这一个怎么会没事呢？地方还有没有再烧啊？烧啊！再烧的话，老天爷会罚你的，全镇都不得好。铁坤，地保跟我说了，不会再为难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待在家里，哪都不要去，镇上的人也不用跟他们来往了。是不是连房门都不能出啊？那很好啊，关在房里就关在房里啊，反正有我陪着，不是吗？娘子，咱们自家人怎么都好说，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，看谁敢对我们怎么样。我打算把酒坊给关了。把酒坊关了，你舍得吗？舍不得也要舍。孙家酒坊已经开了好几代，我早就开烦了，我不会心疼的。娘，相公，你们为了我也真够拖累了，而我经历了这场浩劫，也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亲情。我知道感恩，也知道该怎么做。安心的死去，谁都不打扰。这是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最好的结束。小狗，嫁给你是我这一生的幸运。虽然此情短暂，但却情意深远。
毒就配上毒药，就怕死不成。酒洒了，我干爹会很心疼的。耶，这土地庙真是灵啊，这酒瓶掉到地上都没摔破。土地公，土地婆，我女儿失踪了一年多了，到现在死活都不知道，起码捎个信儿来报个平安吧。没人来陪我，只有酒陪我，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，老来叫我孤苦无依的。土地公，你能告诉我我女儿在哪里，我明天就给你换金装。老人家，老酒鬼，到外边去，我们公子今天来还愿，请你让开好不好？快快快！哎呀，拜托，请你让开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们公子是谁呀？凭什么叫我让开？孙举人和他的夫人，也不过是个举人嘛，我还以为来了个状元呢。早就该来谢恩了，到现在才来，真是罪过。娘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手上抱着娃娃，怎么会有你快呢？你们，是你们！爹，老爷。
女儿本来打算先把我土地公救回家看您的。女儿，爹想死你了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呦，好可爱、是你亲生的？爹，您这还用问吗？你的病？我的病一年以前就好了。哎，他居然也考中了举人啊。岳父大人，久违久违，小婿能够考中举人不过是侥幸而已。娘子，我们先来谢恩吧。土地公土地婆，我们夫妻能够有今日，点点滴滴都是靠二位恩公所赐。两位都是神明，我们夫妻二人真的不知该如何报答，只有平常多做善事，让两位宽心。哎呦呦，哎哎，尿了尿了，哎呦，尿了我一身呐、啊！哎呀，哎，不碍事不碍事，这见水就发。这世间什么怪事都无稀罕，独独到这孙三科一点我还得想不通。你敢不听讲福至心灵，世间无奇不有的代志，还佫真多，咱大